各位观众，你好，欢迎收看经纬点评，我是 David 郑经纬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已经爬到二十七楼了，真的是一件太快乐的事情哈。如果刚刚开始看经纬点评的朋友，可能还不知道，我们呢，经纬点评从零开始，一路正在不断的攀升，实际上就是在 YouTube 上面订阅的人数。那当然来讲，这个数字对我呢非常的重要哈，因为有大家的支持跟肯定啊，就代表爬楼的速度。 进入今天的主题，我们要谈的就是我身后的这个全世界将来最有权力的人，他们国家用的钱，哈哈。因为呢，这两天如果再讲呢，这个关于呢，这个谁在白宫不出来，谁在外面进不了白宫啊，大概铺天盖地的这种媒体啊，不管是官官媒啊，什么这种专业媒啊，或是自媒啊，都都大家都在讲哈。 今天我倒想看到的一个是这个数字啊是怎么来的呢？我激发我灵感的是看到中国政府啊减持在这个等于算是美国国债啊，因为在外汇存底当中有一些是以美国国债的方式啊来持有，因为有利息嘛哈，减持。那当然这个动作呢不是一种什么这个中国央行的这种情绪啊。 对不对？说哎，我今天不喜欢你美国，我把你这个减持哈。这个是在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。好，那不研究这一，一研究就看到啊，现在美元呐、啊，美元呐、啊，现在非常的疲弱啊，前景，嗯也不太看好啊。就长线来看呢，这个美元在到二零二三年呢、啊。 大概在三年内，美元还会下跌百分之十五，甚至瑞银啊说会跌到二十 percent 啊。如果你手上现在持有美元呢，呃，是不是应该换成别的货币呢？啊，大家想一想看哈。那当然来讲呢，这个是一种外汇市场的一种反应。实际上，外汇市场的反应啊，就有一点像股市，对不对？ 大家都知道，在这个美国大选之后，美国股市还不断的攀升，往上冲啊！大家说，这个美国疫情也没解决，疫苗还没发明成功啊，全面施打，经济也没恢复，嗯、呃，这个种族矛盾也没解决啊，还有人这个到底谁是美国总统也没解决，这个美国股市涨什么涨呢？投资人那么有信心吗？没错，股市啊，跟汇市一样。 看的是未来遥远的前方，因为股票市场大家都知道，打打闹闹、吵吵和和、啊、最终呢，拜登上来的概率很大。拜登上来之后呢，中美关系就会和缓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美国的这些啊，华尔街的这些啊，还有这硅谷的啊，还有好莱坞啊，又可以来到中国市场赚钱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股票呢，没有理由不好嘛。那我现在是不是逢低？ 先先进场，对不对？改天呢，等到这个局势稳了，啊、呃，到了这个二月十，呃，一月二十号，美国总统宣誓就职之后，美国慢慢步入一个正轨之后，这股市啊还有得涨，所以我现在先进赚逢低阶。所以从那个我看标普五百啊，今年三月啊，这个瞬间啊，叭掉到这个很低点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开始噔噔噔噔噔噔噔爬，爬爬爬,爬，特别明显，他大选之后啊。 它上冲的速度啊更快，往上跑，对不对？代表大家看前景。那外汇呢？汇市啊也是一样。汇市当然现在实际上，如果就今年哈、啊，今年来看，外汇市场对美元呐、啊、是比较悲观。为什么？我刚刚讲前面几个因素嘛：疫情没控制，经济没复苏，疫苗没发明，种族还矛盾。 哦、啊，那这么多问题存在的时候，这个美元呢、啊，还是不是强势货币啊？当然呢，这个又又要讲这些华尔街的这大鳄啊，大鳄啊，譬如说我们讲有几家公司哈、啊，那这几家公司呢，譬如说像高盛啊，什么瑞银啊呢，那啊，还有这个贝莱德，他们在做件什么事？他们在干嘛？做空美元啊，做空美元啊。啊 这个做空啊，我想如果是做股汇市的朋友，大家都知道做空怎么做，但我们还是科普一下哈。我举个例子讲给各位听，当年呐、啊、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，那量子基金的那个操盘手叫索罗斯，对不对？这个索罗斯呢，跟我们拿那个螺丝起子索罗斯不一样哈，他叫索罗斯，很好记哈，索罗斯，这个。 那时候考试老师都要叫我们这样背东西嘛。索罗斯，索罗斯啊，他是一个量子基金很大，他是操盘手，获利很高，所以很多人买量子，呃呃资呃基金哈、啊。他当时呢，在亚洲这种货币当中啊，他选中三个货币，三个货币啊，准备干嘛？做空啊，做空。那哪三个货币呢？那有港港币哈，港币、啊、新台币啊，还有一个呢，泰铢。 泰铢哈、啊，他认为呢，这个我现在如果就是长线来讲，我觉得这三个货币呢有一点点稍稍高了一点，对不对？我现在该怎么办？索罗斯他们做是怎么做？他们呢、啊、去去说句不好听，就借钱了、啊。我去借钱，借什么呢？借泰铢，我借港币，我借新台币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进场之后啊，我我借来的钱呢、哦。 比如说，我借，但他那个不是小钱呐、啊，他们动辄就是五十亿啊、一百亿美金啊，这样在操作哈、啊，都是亿的哈、啊。比如说三十亿啊什么之类的，他们就拿了那些钱之后怎么样啊？到市场上把这些钱都借来啊，借来了对不对？借借泰铢、借台币、借港币、借这里话，我就进市场嘛，抛比比比预期价钱低，我就卖了，我就卖掉，因为他资金大。 市场突然看到有人呢在倒货，这种倒法对不对？一倒五个亿、八个亿、十个亿再倒，那市场那种散户啊就恐慌了。说是不是啊？这真的这个这些货币啊要崩了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？我们也跟着抛啊，跑慢就死定了，对不对？你想索罗斯索大哥都已经抛了，表示他看坏，那我们还等什么等？抛，大家也跟着抛，那抛的结果是怎么样？ 这个这个汇率就噗就下去了嘛，对不对？到低点的时候，索罗斯啊进场干嘛？譬如说他抛五个亿泰铢，对不对？他那时候呢就进场买五亿的泰铢，还就还人家，对不对？这个这个那个时候跟这时候啊，跟美元的那种对价汇率啊，已经不一样了嘛。因为听说当年呢、啊，泰国就在索罗斯的这种这个这个。这个 作用之下啦，说句不好听就是做空的情况之下，泰国听说啊，有钱人那个奔驰啊，什么都停在路边，随便啊，那个就白菜价啊，喜欢就拿去吧。为什么钱不值钱了？真的做空。当然呢，这个新台币呢，跟这个港币啊，后面都有政府就来接啊，你抛我就接，你抛五亿我接五亿，你抛十亿我接十亿。 我我记得比较清楚啊，大概在港币方面呢、啊，详细数字我记不得，大概不也差不多五六十亿美金。中国政府哦，当然可能当然跟香港的这个这边配合啊，就是索罗斯抛港币，这边就接，不接就掉嘛，对不对？新台币这边听说也接了，大概花了五十亿美金的成本接，对不对？你抛我就接，你抛我就接。 然后呢，你卖多少我都吃掉，这汇率下不来。就索罗斯啊，在台湾跟香港啊，算算没没没没吃到没捞到好处、啊、哈，就就退了。但泰铢方面大赚一笔啊，大赚一笔。所以这个这种投资大鳄啊，他们做空呢就是要什么货暴利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就走了，都走掉了。你的国家经济垮不垮？ 你们日子人民怎么跳不跳楼？哎，不干我的事，反正我呢，该吃该喝该拿的，我走人了啊！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说华尔街是大鳄鳄鳄鱼的鳄啊，不是肚子饿啊，大鳄也饿啊？对，也对了啊，大鳄都肚子饿，有也要吃吃吃。好，现在我刚刚讲高盛、瑞银、贝莱德啊，他们怎么看坏美元，在做空啊、哎？他们现在开始什么？ 把手上所持有的这些美元在抛，抛，所以美元的表现呢、啊，感觉到有点疲弱。但是这些人他跟美国没仇啊，对不对？他们看的是什么？看美元的前景，美国的前景是不好的，对不对？总统大选悬而未决啊，疫情、种族矛盾、经济复苏，样样是问题啊，对吧？抛美元。 抛美元呢？实际上大家都知道，当年在二战之后，布莱特森林协议啊，那就等于一九四五年吧。二战刚结束的时候，呃，快要结束的时候，布兰特森林协议，当时呢，呃，美国啊，就希望将来把美元呢、啊、作为一个什么世界硬货币流通的硬货币。美国要称霸世界、啊，你货币啊，这个等于两手权，对不对？一边军事，一边经济，对不对？那美元呢、啊？ 就是所有的交易啊，以美元计价。你看，至今做外贸的人都知道，所有的买卖货物报价美元计价嘛，对不对？石油也是哦、啊，你说一桶原油多少钱？那指的是美元呐、啊。可是你要说，这中国人跟阿拉伯人买，怎么会跟美国人有关系呢？这就叫大哥就是这样干的，对不对？什么事都我说的算，都用我们家的来计算啊。好，用美元。 但是在这一次可以看得出来呢，这个人民币这两天啊，这个涨势很好，一直在涨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国现在对于疫情的控制嘛，达到一定的水准了嘛，啊，控制住了嘛。但控制住疫情代表什么？经济复苏就有望了嘛。经济复苏有望，就代表国力上升。国力上升，就代表货币够硬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人民币这两天呢、啊，一直涨。 对美元已经到六点五六二，涨了零点三一 percent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一个创下二零一八年六月以来的美元跟跟人民币的这个高点，所以看得出来啊，这个全世界现在大家呢热钱呢、啊，就跑去买人民币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手上你有人民币啊，现在先别急的换，当然未来世界经济的走势。 怎么来看呢？我们稍作休息，再会继续《经纬点评》，我们一会儿见。各位观众，您好，欢迎回到《经纬点评》的第二段，我是 David 郑经纬啊，非常高兴呢，在这个节目当中啊，跟各位继续来讲新闻。在这里要特别预告呢，在这个今天的节目之后哈、啊。 我们还有一个这个三山世界观啊，大家不要错过哈、啊！在新西兰的当地时间、此地时间呢、啊，这个六点钟啊推出啊，由我跟豆荣主持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好的，那那个当然呢，这个新西兰的新闻会比较多，所以在新西兰地区的朋友也可以透过电视观看。那当然呢，这个到千岛三三上班一段时间哈、啊，但是开播到今天。 第四天啊，第四天，照讲小 baby 出生呢，第四天眼睛要睁开了，对不对啊？看到窗外的美景啊，实在心旷神怡啊，心旷神怡。好了，这个心旷神怡归心旷神怡呢，还是要看看美元未来的走势。常常我们讲一个国家的这个呃国力的强弱、啊、跟这个货币啊够不够强硬啊有一定关系。那用什么做例子呢？人民币。 人民币啊，话说当年对不对？人民币啊，到现在，随着中国国力上升，人民币啊，越来越什么，变成一种慢慢被大家慢慢去接受的。甚至呢，现在已经中国也在力推啊，人民币国际化啦，希望很多国家跟中国用人民币啊，在贸易往来当中，这个是一个国力的展现呢、啊。当然，你说换美元换人民币其实一样哈，但问题是这个就是一种国际实力的体现出来。 当然也显示你这个货币啊，是不是所谓的硬货币，就是底子够硬嘛，对不对？不能像那个什么委委内瑞拉币啊，对不对？一崩盘的时候，呃，下班回家领薪水还要拿一个小小车子推回家，那个纸币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的工资要用这个独轮车推回家哈、啊，那么多。所以呢，这个一直以来呢，这个一个国家的实力啊，就有一定的影响。刚刚讲完汇率之后呢，再来就把目光看到。 实际上，美元呐、啊，会不会真的这样子一路下去啊？美国的国力也跟着一路下去啊？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。美元已经强势大概至少七十年吧。七十年前我们不要说了，二战后到现在至少强势货币七十年。自从布莱特森林协定，对不对？然后金本位什么都开始之后，美国走了一段光景，虽然后来脱离金本位，但是美元呐、啊。 就是很多人拿到美元的时候就好高兴，对不对？就给你一个其他国家货币，你还没那么兴奋，但你一看美元，哇，眼睛就哆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觉得美元好棒哈，好好好用。当然呢，这个时间一直不断的在走。美国经过几次量化宽松之后呢，实际上美国现在存在的问题啊，是热钱太多，在外面跑哈、啊。 所谓热钱的概念，就是各位要知道哦，每天在全世界大概有上千亿的热钱呐、啊、在流动，在各个股股各国股汇市在那流动啊，流来流去啊，对不对？哪个货币好，哪个货币怎么样？就像最近美元不是看弱吗？大家就通通跑去什么持有欧元呐、啊、澳元呐、啊、要澳大利亚元呐、啊、人民币呀、啊？为什么避险呢、啊？ 对不对？我我我美美元现在不好，我报美元，我等着住套房啊！快跑，我去买人民币，买这些买那些啊！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在这个当中看得出来，美国政府现在特拜登上台之后啊，他实际上当然刚刚讲了有四大工作，什么防疫呀、啊，什么振兴经济啊，什么种族平权啊，温室温室气体排放，但这些东西啊，是短时期要做的事哈、啊。 就长远来讲，拜登要做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能不能啊，让美国再次的强大，美元再次继续成为强势货币，这很重要。如果美元贬，美国拿到钱买不到东西的时候，苦闷呐、啊，对不对？美国美国经济实际上这些年已经有一点点膨大了哈，膨大有点危险。 但是呢，各个国家又因为美元的强势，很多国家的外汇都是持有美元呐、啊，如果大家都说美元不值钱，那不是跟自己过不去？你满口袋都塞的是美元，然后你大声喊美元不值钱，对不对？那真的，除非是真的不值钱，就算心里知道，嘴巴也不能讲嘛，对不对？不然你这个口袋放到就变垃圾了。好，所以呢，拜登会不会是一个强势总统？ 还是一个弱势总统，那他上台之后最应该先解决的是什么事情呢？中美关系，还是振兴经济，还是研发疫苗啊、哦？他其实这个中间是环环相扣。中美关系啊，我认为中美关系啊好，对不对？大家觉得呃，中国跟美国没有不打贸易战了，甚至没有地缘政治战争，美元也会上嘛？ 人民币也会好嘛，对不对？大家继续好啊，这个两两个大家都心知肚明了。拜登应该也清楚，习近平更清楚啊。习近平从早到晚都知道，从前到后，只是特朗普不认，对不对？非要在那边弄，是到最后还是又回到这个点。所以民主政治啊，有这好处，对不对？四年一换，啊、不行就换掉了啊，那就换人了哈、啊。好，所以呢，呃。 拜登现在也看到 RCEP 的签订，将来在未来对中国会有巨大的影响力哈、啊。那中国当然虽然已经早就跟新西,西兰、啊、那澳大利亚很多国家都签了 f d a 自由贸易协定，但是这一个多边协议的签订啊，它对中国将来在国力跟经济力上的提升啊，不在话下。美国清不清楚？清楚的不得了啊！所以来看呢，现在呃。 拜登要做的是，现在我看很多专家哈、啊，不是搬砖的哈、啊，真的专家，他们有两种说法，说拜登啊会比特朗普更硬、更凶悍的对付中国，但有人说呢，他会像小绵羊一样的温驯啊，慢慢跟中国靠近啊。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啊，表达您的观点。但是啊，我看到最近刚刚美国有一篇报道。 讲到海军部长，美国有国防部长，有海军、陆军、空军各有部长哈、啊。海军部长布雷恩·韦特啊，在一个这个演讲当中啊，就说印度跟太平洋啊，现在已经受到中国威胁啊，讲得很明白哦。中国军事力啊，已经让这个地区啊所有的国家感觉到中国的侵略性啊。好，所以呢，美国要在 这个印度跟太平洋之间建立第一舰队，现在在日本叫第七舰队哈，他说要建立一个第一舰队，干嘛呢？遏阻中国在这个地区的这个军事力量。哦，海军部长讲的很硬哈。当然呢，你回头去看哈，美国这些海军部长实际上他们在传递的不是一个特朗普的观点，应该反过来讲是。 美国现今整个政治氛围啊，甚至在这个领导精英当中啊，他们已经开始慢慢有一种思维，就是中国是我们美国最大的威胁啊。但这种威胁呢，你要怎么去具体的形容？是生命？是经济？是名誉？是国际地位啊？这个这个当然都有了。 都有，当然呢，这个中间也看得出来，中国这些年不断的努力啊，鸭子划水，很低调，对不对？不断的向前走，不管在经济实力上，在各方面，它不断的在走的时候，不知不觉，美国发现中国的前进使它显得落后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哦，这种情况呢，让美国非常的焦虑，因为在二零二一年，拜登上台了。 美元还是不是强势？美国还是不是强大？这真的是一个很难去不去回避的问题啊！你不能说我没看到，我不知道，我觉得都不管啊。但是没无法回避，拜登必须去处理这个问题哈、啊。如果他还在流于一种意识形态的抗中，实际上那个那个会走上特朗普的后后尘啊，对不对？ 拜登现在就要看他的智慧，而且已经，他现在这个时候上来是一个 timing 最不好的时候，他也可能像，呃，过去的美国总统曾经在任内上台之后啊，总是施展不开，对不对？那当然呢，他也可能的有一番作为，但是如何解决中美关系，让美国能够慢慢的稳下来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 但是他对外说他有什么四大目标，这四大目标说到底就是呢，先这个家和万事兴，对不对啊？先把家里搞定，然后呢，我们才这个齐家，呃呃，叫这个叫做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对不对？像齐家啊！所以你看他讲的问题嘛，疫情控制美国内部嘛，对不对？这个种族矛盾美国内部嘛，经济复苏美国内部嘛。 温室气体排放也是美国内部问题嘛？这内部搞定，然后就能往外走。所以呢，曾经啊，我看过一本书，他他这样讲的哈，说呢，呃，你最这一辈子啊，如果有一天到了最后一天哈、啊，你要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你最后悔没有去做的一件事是什么事？对不对？你最后悔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啊？你想做没做啊？ 那当然呢，很多人就写啊，啊，我最后悔，我这一辈子想去做，比如说当画家，就没当成啊，天天坐在这边说话啊，没变成那个画家，好冷啊。当然呢，这愿望有很多，有些人说我要登珠穆朗玛峰，有些人说我要买一部超跑，但都没实现啊。当然呢，这个愿望啊很重要啊，目标很重要。为什么突然呢、啊？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把话题要转到这个地方来。 如果今天我们要来做一个这个这辈子啊，这个最后悔的事啊，那当然呢，呃，我想这个就是有很多我们有光想没有去做的事情啊，会让我们感觉到很后悔，我们没去做，对不对？很多了，要要想一想，我有很多事我应该去做，但我没做。但是，但是只要你今天开始做，永远不晚，你一样可以。 让你最后一天后悔的事情啊，名单上看起来不多啊，那不然一看名单，哇，这些事情我都没做，我好后悔，我应该去做。那治国也一样啊，啊，做人也一样。当然，今天呢，拜登呢，应该要看到美国存在的问题是跟中国之间的那种矛盾呢、啊，必须去化解。但是今天有很多人出主意啊，巴不得拜登啊跟。 中国继续，对不对？搞矛盾，但是拜登必须要知道，以他的经验跟习近平过去在，呃各种场合那么长时间的接触，他必须去冷静的和和和平的方式啊，去去跟中国做朋友。中国不是一个穷兵黩武啊，每天呢、啊、就是要占领全世界啊那种国家，那不是不能沟通，对不对？但拜登啊。 就要去做这件事，不然他有一天啊，他真的会很后悔，说：“哎呀，我当年呐，二零二一年呐、啊，当了总统之后，没去跟中国啊走那么走和平的这个道路，对不对？啊，走偏了，跟他搞矛盾。你看我今天后悔死了，对不对？那时候呢，呃，遭殃的就不是光一个后悔，可能是更多的美国民众了。所以随着局势的变化。” 我们从美元的走势看到美国的未来，那到底拜登啊有没有那个所罗门王的智慧带领美国走向未来呢？我们就要拭目以待了。那一直以来呢，非常谢谢各位支持，在下方的留言。我们现在到了二十七楼，我会努力努力努力，希望在今年底爬到三十楼。当然，最重要不能没有你的支持跟。 订阅好吗？今天非常谢谢各位收听收看，也欢迎各位在下方留言。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。